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就是非常推荐这一个啦。那第一个就是非常，所以第一个，所以第一个分享的，第一个分享的就是这个小小的无线图串，真的真的。所以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这一个小小无线图串，这真的是无敌推荐。但是目前好像你，所以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这个小小的无线图串，我真的觉得买了这个真的加分两。所以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这一个小小的无线图串，那目前应该市场上没有比这个还要更小、更轻便、更方便的一个无线图串，大部分都是更大啊，或是更。怎么样？还要装电池之类的啊的无线图串。好，所以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这个无线图串啊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太厉害了，所以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这个无线图串啊，又小又轻便，然后可以直接装。所以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这个无线迷你无线图串啊，这真的超级厉害。所以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这个无线图串啊，真的又小又厉害，非常。所以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这个无线图串啊，真的非常厉害。我之前有做一个开箱分享影片，有兴趣你可以去参观一下。